医疗实践当中，在你的医疗实践过程当中，你无不想到医学伦理的原则，这是什么？就是我们医学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是它虽然还不是法律，没构成法律，有一部分是形成了法律的内容，但是不是法律胜似法律。也就是说，在一旦发生了一些事情以后，如果拿到法庭上，医学伦理的道德标准就作为法官的判断的一个标准。法规呢，因为有些地方它是没办法执行法规的，也就是说没办法来制定成法规的，但有些地方呢，是可以形成法规的。所以说它是不是法规，是普遍全世界都认同的啊，不管医学界，不管各个行业，在医学这个职业当中都是必须执行和遵守的。比方说过去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复制人的问题，10年前，这几年内你看声音就小了。这一会儿我会讲这方面为啥会小了，就是因为医学伦理限制了这个步伐，它必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且随着世界高科技的发展，那医学伦理道德的标准呢，越深入，越严格，越是深度越比较广泛一些，深刻一些，要求的越多，要求的越严格，要求的越细致，或者说刻骨三分。那大体上讲，医学伦理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形式存在在我们医疗实践当中。那医学伦理的原则主要有四大原则，我会利用这今天讲课的时间，说起来四大原则几句话而已，但是讲起来也很简单，理解起来倒是很复杂，很难以就说你难以完全按照他的标准去执行的，有时候你就会违反这方面的错误，这方面的原则，也就是发生错误。他难以理解，又必须理解，又必须贯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职业每一天每个当儿每个时间内。医学伦理的形成大概在2000年前，有一个叫巴比伦出现专业医生和民间医生如何区别，规则出专业医生的医德行为、医德标准。我们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思想的孝对医学道德标准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黄帝内经也以实权作为衡量医生技术和道德的标准。啊，对不起，我这好像有人敲我的门。
我在这讲课，好啊，我在这上课，这个不好跟别人讲。你进来，你进来，我中间休息，我先坐着休息，好吧？你汽车坐着休息啊？你怎么汽车过来了？你神经病！哇，这对不起啊！这都突别人骑自行车来找看病的，这星期天你看看他，我都不开门他又跑来了，我中间抽个空给他，扎个针呐、或者做些什么处理，我叫他先坐那休息一下，希望我们大家原谅我啊。那东汉的年代，张仲景在《伤寒论》里头从也谈到，用到也谈到以医为效，提高医者的道德观念。中外医界都在深入普及医学伦理的易经和标准。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更加具体细致和完善。20世纪60、70年代，也就是我们年轻的一代都不知道，年长的一代都经历过这个时代。我本人对那个年代，我是影响了我的一生，对我的感触是很深刻的。那个年代就是出现了肾、肝、心、肺、胰等内脏移植，在人类成功的发展起来，对人类医学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以供体的来源，供体来源于活体，同时期也围绕过供体的理论、供体的论理展开了这个争论和斗争，也将医学伦理推向了高潮。我记得是60年是做肾移植成功的，63年在美国，就科罗拉多那个丹佛移植了第一例，世界第一例肝脏移植，这个大夫叫斯泰尔在过生日的时候来美国，我看到医学杂志上当时的瑞根亲自给他祝贺他的生日快乐，登在外科杂志上，我都看到过这些内容。我对这个本人呢，这是我一生崇拜的世界外科界的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的导师，就是研究生的导师。我到现在依然对这些老前辈尊崇到五体投地。1985年，美国毕切姆在生物伦理学原则的基础上就完善提出了4个基本的原则，成为居士认同的医学职业道德精神标准，必须执行的一个这个标准。简单来讲，它的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发展起来，就是说科技推动了医学伦理完善发展和完善。这4个基本原则我一个的给大家讲来。第一个就是自助原则。我今天上午去看病人的时候，我还给病人家属在那讲着这句话。这个病人呢，他是中风了，中风以后呢，他的女儿就告诉我，医生告诉他，你
抢救不抢救，因为变成中风了他自己不知道了。就是说尊重病人和家属的意见，这是医学伦理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则，都必须以病人知情和同意，甚至所以要签字画押为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要登记注册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那这个病人呢，就给我讲，人家医生问他抢救不抢救，他妈妈嘛88岁了，中风了，他说抢救，那人家就开始抢救了。如果他说不抢救，那大概一踢一把，那不是很快就走了，把他的就是抢救的这个系统，包括输液的输氧的这些系统拔掉，很快就不存在了，就会与时隔绝了。这是医学伦理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那话反过来说，我们针灸医生，你在家针灸的时候，你一进来不有个签字那个单子吗？你上面你就知道，你上面写的你是针灸医生，他找你来就是扎针灸的。像这些情况，就说医学伦理上已经他知道你就是做针灸的，对不对？他进来他出去他说我不要针灸，我害怕，那是另一回事。他不讲你扎针灸就是应该的，就是符合于伦理道德的，因为你的执照就是搞这些的。那你如果不是的话，你要做到针灸的话，那就是不符合伦理道德。这是第一个，就是自主原则，也叫做尊重原则。关于这个原则也有很多细致的解释的内容。简单来讲就是四个字，自主原则、尊重原则。那么尊重原则在医患两方交往当中应该尊重病人的人格，家属也同样，这是狭义的讲，就是这个意思。广义的讲，尊重原则还包括病人的自主权、自我决定权。就像刚才我举了个例子，刚刚的遇到的一件事情，尊重患者的人格，也就是说，个人的人格权是尊重原则的根本的内涵，是尊重原则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一个人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其他的交往那就还有意义进行吗？对不对？我们个人交往的时候，同志相往，就是路见行人相往的时候，你不尊重人格，或者人家不尊重你的人格，你还跟他来往吗？你还跟他谈吗？你还跟他交往吗？当然不会的，不值得的。所以说这是必须要尊重病人的人格，这也是医务人员道德的人道主义的一个组织和具体的体现。在医患关系中，始终遵循对病人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医疗。这一视同仁、平等医疗，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平等原则。这还要进一步讲。要做到这些，首先要尊重病人的人格，这是第一个。其他的原则都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
没有这个原则作为基础，那其他的原则你就不可能去做到，也不可能做好。尊重人格，病人的人格，家属的人格，是必须作为一个医生要做到的基本的道德标准，而且这是医务人员必须无条件遵守的原则。你没有选择性，不能说你再高贵的医生也不可以不尊重你下边那个 homeless 的人格，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是尊重原则的要求标准和内涵。医疗试验中实际上都普遍存在着违反一视同仁平等医疗的原则。过去在大陆常常走后门，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现在可能也有。甚至后来听说做一个手术都可以给10000元的后门啊，怎么这些东西走的啊，这美国叫什么叫我不知道叫什么，这叫小费啊，反正就是不应该有的。那其实我个人作为外科医生，作为我当年的那个感觉，我给大家讲讲我自己的感受。其实你给我东西不给我东西，我到社会上都一样。你给我送200块钱，甚至你得罪了我，你给我吵了一架，不客气说，在社会上都一样，不会说因为好坏，心理上的好坏，好与恨，你把你的医疗技术实现到这个你的实践当中去，不会的，不会的，不会这样做的。你心里再恨，做不到这一点；你心里再喜，也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手术的成功、失败，这是双重利益，病人有很大的你造成的伤害，甚至死亡，与你本人也会造成伤害。你必须平衡这个关系，所以这其他的利益呢，两赢、双赢，就是这样的。那我现在养成这么一个习惯，我一直到今天为止，我来看病人、治病人，我心理上就这么一个状态，很自然，就是很自然，就是说对他们都很好的，对别人都很好的。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的，保险好坏，有的保险你比方 ASA 就是福利保险40块钱，有但除掉口碑可能剩15、25的，甚至几块钱的都有，我都见了。我过去呢手里这方面很少，因为现在大部分都在这个 ASA 去的。他那个保险比方说87，那个印87的，印87的他的扣费就25吧，是35的都有。那除了35以外，他那你再保他给你付6块钱，对不对？那不是很低吗？但是像这样的保险呢，有时候我会跟别人讲的，我说这是只是付针灸的钱，如果说我还需要做其他的辅助性疗法或者更有效的方法，我会采纳，根据你的病情我会采纳一些更有效比这更好的方法，我希望你能够增加的收入，我心理上也感受也好一些，不然我给你，不然的话我付出来又付出2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时间，我一样的收费标准，这1次2次还可以，如果老是这样说是这样的，那
我们医生不就是辛苦死了嘛，对不对？如果说他那一个 homeless 没有钱，我来治病，叫他走，我不交钱，我心甘情愿。这是我们的医疗，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奉献。那前边我们都从事这工作的，那就不同，那就要考虑到这个，你做的时间的长短。那针灸来，大家都一样，比方说半个小时、20分钟，那都无所谓的，都一样的，都可以采纳的，完全相同的。那有些情况呢，应该说明一下，这就是应该的，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同样一个病人，同样的医疗标准、复健标准，那他的价值观念在医疗过程会体现出来的，那你说付出的代价都应该是一样的，不应该说有区分，都不可以的。我们心理上，我们医生在治病当中心理上必须遵守住这个原则，是这样去想才对。这样才符合不会违背伦理的原则。在医疗实践当中，我记得过去我也遇到有一个医生，我亲眼看到的，病人也给我反映过这个医生。他在我们南加州很有钱的，也很有权威的，也影响也很大的。但是好像他有些病人去那儿2分钟都结束了，有些病人就很细心。咱都是保险呢，或者说都一样啊的呀。那他这样的处理方法我认为都不对。他这个没遵守好医疗原则。有的不一样，同理的跟他一块一个医生就很好。就很好。当然我也不愿提起你的名字啊。如果是很穷一个病人，确实来了没有钱，我也常常听到，我有些医生治疗以后不问病人取钱的也有，我偶尔也会遇到，甚至来要饭的来 homeless 来我这儿，我给钱的也有，啊，顺手给他10块20块钱的也有，这是医生救死扶伤的人道奉献，我们主张这样做。这样做的越多越好，这是一方面要遵守病人的人格，第二个要遵守病人的自主权，其中包括尊重家属的自主权，这刚才一开始我都举例子就提了这个内容。自主权涵盖自主知道病情，你得告诉他病情，自主知道医疗手段，自主同意认识你的医疗措施，自主选择医疗方法，还可以自主选择医生，医生没有条件选择病人。选择医生，那我们在诊所，大家在中医这方面呢，他不像西医，西医你到医院，你看各个大医院的，他都告诉你好多医生的简历背景，他说的很详细。我们在诊所里边，我们的街道现在，我们的 local 这个诊所里头，好像他都是自己家开的，跟我们中医是一样的，你去了你就选择他的，你到医院里去，你都要根据他的情况去选择这个医生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查，比如有些的医生，你查个网站，查个网站以后，他那会告诉你，他的学历，
他那年做什么，他的研究内容是什么，他的主攻方向是什么，他发表的文章是什么，都在上边。你在那上边大概你就可以勾画出他在那边是见长的。比方说他搞肝病的，他是做肝胆管的病见长，或者做肝癌见长，他都很详细的。你一看就会知道，你会给你选择的权利。然后你根据这些情况，你选择一个你自己合适的医生。那我们开业的都是自己的个体诊所，当然他来了，他就是已经选择好了，也是选择你的啊，是在这个情况。在这里呢，在中国呢，打比方都是一个保护性医疗制，跟美国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有些人在中国，当医生能了解这些我们的，现在的医生当中啊，你像江医生，你在原来你都在国内做的，还有一个王医生都是我都知道你们啊，还有那个，吴丹呐，还有这个谁，这个郑医生啊，你们都理解这些的。保护性医疗制，医疗的内容，尤其是带癌症，尤其是带重病，你不告诉病人的，那是中国的医疗体制，在美国他就告诉病人的。那我们开刀以前都要病人叫过来了，家属不叫病人的，病人就不知道，糊糊涂涂的，然后就光通知了哪一天开刀，然后给家属叫过来，一定要找他的最亲的管签字的家属，老婆丈夫、儿女、兄弟姐妹这些，找到以后跟他谈谈这个病情，得了啥病，有啥危险，开刀为什么危险，麻醉有什么危险，等等，要谈半个小时，谈好以后说说厉害，叫他签名的。那美国呢？他不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尊重原则，就是这个方面，这还要求医务人员提供适当的医疗环境。这一点上说实在讲的，我们有的医生做得很好，我做的都不够，我的医疗环境处理的不够。我病人来过以后了，有的会给我提供这些意见，那我只能说我是说医疗效果和医疗标准、医疗结论来衡量我的标准的，因为也可能是忙吧，我都很难把这个医疗的基础设施建立的很华丽，我没有做到这些。那一天有一个工会的叫我去讲课，讲讲开业的经验方法，我回绝了。不客气，我真的，我说这都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强项，我讲不了这些东西，我也讲不好，所以必须要有必要的医疗条件、医疗设备是必须的。但是我这里医疗设备倒是都是高级的。你比方我出去买东西了，我建医疗的床，你那按摩床我不要的，我一张都没有，我的床都是三四千、两三千的，很标准的床，我站在上面碰碰脚脚，它都不会有问题。那针具我用的针基本上我都觉得也是最好的了。那我用的电疗的机器，反正哪里看到好哪里贵我买哪个，贵的不见得好，我前头是买了个贵的，它可以调节体温，那个温针灸，可以叫它针灸的时候是感到有温的感觉，结果调不好，每一个针灸那里烧伤一小块，我再也不用了，就说这个不过关，没有把握，不过关。虽然我花了几百块钱，我那个机器我就不再卖它了，而且它呢很容易坏，好多地方都容易坏，所以要准备一些好的医疗条件。在这一点上
环境我弄得不好，但是我医疗条件都是，我都准备的都是最好的这个条件去满足病人的需要，也保证病人来自主决定。他来到这以后，一看你条件不好，他走的，我这也有走的，他看不起我，他走了也有，偶尔会遇到。那也有呢，他嫌我收的贵了，他走的，那我不客气，没用，没啥说的，所以。那但他的自主权是他决定的，他走了就走了。前几天还有一个人问我收多少钱呢，他就离开了。他嫌贵，他离开了。那我连屁话都不放，这是你的自主权。处理好病人自主和医方做主的矛盾关系和相容基础，不能滥用医疗干涉方法和策略，不能采取的好方法不被病人选用，也不可以实施。你说你那个针灸太好，他针灸不扎，你也不能逼他，不可以的。我说我的采取的方法，我的精准疗法非常好，真的，我很信赖我的精准疗法。我很信赖，我有时候我就说句不好听话了，我可以给全世界任何人打擂台，我都愿意去做，我都这么说这么一句话，我不客气，有点吹牛，不是吹牛，有点夸张，不是夸张，我就是这样的心理状态，我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真的。那他不愿意，我也不能试试。确实有人不愿意，我也不去试试，自己选择。我可以劝，劝他也不愿意，那拜拜，不做了。他说光扎针 ，OK， 可以。他说怕花钱就扎针，我说 OK， 可以。就是这，啊，这是病人的选择，这是必须要尊重的。你认为那个方法不好，可能对那病人效果也不好。当然这都是相比而言的，对不对？既然治疗上的，既然能采纳的，应该说都有效果，但是相比好坏还是有不一样。我们自己医生你自己心里也清楚的，对不对？不好的方法他选用了，那也可以使用。你认为很好的方向他不选用也不用，那医生呢也可以去给病人接触交谈，取得认同，取得两方面结合到一起，这叫相容性。自主权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例外的。哪些情况呢？病情危急，你没法给别人去讲这个情况的，昏迷状态和清醒状态是不一样的，过敏休克、中度休克、意外伤害，我见过的过敏休克，三分钟血压都没了，使用所有的抢救措施，一切的措施，输液、肾上腺素就是输血管的升血压药物，这个皮质激素全部都用上。血压还是没有量不到了，紧张的，因为血压上不到，结果就是呼吸困难、脑缺氧、脑死亡，重了还能轻了抢救过来，重了植物人或者就是死亡。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没办法。那你我们中医这个我们诊所里没有抢救办法，911。大家记住911，如果你有抢救的这个措施，你就立即给一些抢救，像做人工呼吸啊，口对口呼吸啊，口对口呼吸总是可以的吧。那遇到一些不治之症，病人把家人把治疗权全部交给了医生，这个你可以不管的。他遇到这种病人，你遇到这种病人了，就可以
来自主决定。就是说这个病人没有身世，你也不知道这是谁来了急救的，本人也不可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的情况下，那你就去做抢救了，做治疗了。有时候别人遇到一些情况，失语了，失血了，垂危，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紧急状况，那你也可以去马上做治疗的。你比方说失语的人，你需要去针灸是可以的。这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路上有些人受伤了，你抢救了，去帮助他了，然后有些人甚至就会来告你的，都有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是医疗诊所里头你遇到这个情况，尤其是我们中医和西医不一样，西医人家都有抢救的条件、药物和准备，他的房间里诊室里都有啊，我们是不具备这些的。你具备这些条件呢，说实在讲的，基本上不是 public 的你都是违法的。再一个是病人和家属选择决定明显对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有严重危害的情况下，是就对别人会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家属的决定对抗病人自身愿意是，就说自己愿意是，医方也可以抵制或者纠正。还有一个就是说尊重病人的隐私权。大家都知道医疗过程当中，在美国隐私好像是很掉，说一句话就好像是至高无上的一个东西的一样。医疗职业在医疗实践中常常会遇到病人的身体和心理身心方面的隐私。说句实在话的，医生是很高贵的，病人可以在把他自己身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保留给你，这是他的隐私权，这是他的隐私地方，谁都不能见到的地方他都可以保留给你的。你高贵吗？高贵。但你对人家应该隐私吗？当然应该，不能往外宣传和讲述的，要尊重人家的这个权利。待会儿我讲到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会说一些其他方面临床上我们应该做到哪些位置的内容，甚至是病人从来没有暴露过的，或者说任何人都没谈过的一个身心领域。我这都遇过一些病人，他从来都没跟任何讲，他爸妈妈也不知道，但他给我讲了，真的是这样，他给我讲。那你还不去真心实意的给人家诊疗吗？医疗人员必须保持不能泄密，仅限于自己知道。如果你的助理是个医生，当然你可以让他知道。如果你的助理不是医生，你也不可以告诉他的。病人普通的信息，包括年龄、身份、疾病和健康状况，这都属于隐私的范围。在美国 ,US 病 ,HIV 是不能告诉，比方说你看个病人 SIV, 你转头来告诉别人啊他是 SIV, 不可以的啊，这个是因违法，这个是这个违背隐私法律这个规定的，他翻过来可以告你的啊。普通的病你比如说腰疼腿疼的这个还可以。
啊，这些东西还可以，普通的可以，他感冒了这都可以的，有些是不可以的啊。作为一个医生，都能够对他们是，不仅要隐私，而且要同等的对待和处理。这些我谈到了关于医学伦理的第一个原则，有四个原则，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不伤害原则，不能给别人造成伤害，这包括身体和心灵精神方面不造成伤害。而且你在做治疗当中得有一个行善的心理状态，心理的原则，心理的想法，有人也叫做行善原则。这是不伤害原则和行善原则是结合在一起来看待的。这里的伤害不仅是治理不必要的伤害，因为有些医疗行为伤害是无法避免的，比方说手术，比方说针刺，你扎到就要疼的嘛，这是免不了的。手术一定会伤害病人的，对不对？那天我一个朋友，一些律师，他要去开刀的，我建议他不开刀。我的意思说你打个石膏就够了，固定起来就行了。他要坚决去开刀去，我后来我也不愿管的，人家自主权利决定的。他听那个脚科医生的，我说你去看看骨科去，你腓骨小段下段，位置很好的一个骨折，打个石膏托，就他的意思说好像一做手术一了百了。我说你手术都认为我告诉你啊，手术本身就是伤害嘛，我还给他讲了这句话，对不对？手术本身就是伤害嘛，你呢扩大了伤害以后呢，你愈合的过程要加长的，这是一定的。这是那我就给病人就这样处理，就这样讲的啊。这些，但是这些都是符合伦理原则的，这些伤害是没办法的，是两权相害取之轻，哪个轻我们就去哪一方面的。你不做手术要死人的，要造成残障的，要造成重大伤害的，那你要必须做手术的，有伤也得去做，有伤害也得去做，这是符合情理的。两权相害取其轻，就是这样的，都必须无法避免的，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一些措施。这一原则对医务人员要求的标准比较高，要求医生必须足够的完善，基本知识、临床技能和经验。我刚才说那个意思，就说那个脚科医生的经验，相应的他不如骨科医生的经验好。这是他们都是动不动就开个就脚上给他粘了一个标就开刀去，我觉得就不适合，不太适合，不太好的，我不太信任，不太信赖这些。但是你知道，在美国嘛，有些人就很美国化，看脚科医生就去看脚科去，那真的是中医讲的，有些人讲的头疼之后脚疼一脚的。其实在我看来，其实脚科这个都是多此一举的一个科室，脊柱神经科就是中医的骨伤科，都是多此一举的一个科室。再一个，还要求给病人提供精准适度的治疗，过度和不足都是不道德的行为。说我自己采取一些精准疗法，我给得病叫精准疗法啊，根据中西医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我就采取这个提出来。我20多年前，你翻翻我的发扬工商的
那上边，我很早都用这个词汇了，叫精准疗法，不是这几年来叫精准治疗了，他们提出来的。其实我很早都提出来这个内容了，那个年代的那个工商上我都已经用这个有记载的，叫精准疗法。那就说每个人都要精准适度适当的去给病人做治疗，不要扩大也不要不足，这才是符合伦理道德的。在治疗过程当中一定注意不要增加和扩大病人的伤害，或者说不要增加扩大不必要的伤害。你比如生孩子的时候产道生不出来，儿头太大，拆切，这就是扩大了。我看有些医生呢就愿意切，每个都切，现在有些医生个个都切，这个就不必要的伤害。你就说他在各个切开以后他就出来容易，也省点时间，危险性也小，但是你知道拆切是别人的伤害，对不对？现在有的你各个都切就不合理的，应该说适当的选择去拆切是应该的，这也是医生责无旁贷的义务，致力于提高病人的生存能力、个人幸福。病人提高病人生存能力和个人幸福，无能力决定自我的病人更应加以保护，做出有益无害的医疗方案，尊重病人的隐私，不得外传和泄露。哦，这是讲的这个不伤害原不伤害原则。刚才讲乱套了啊，对不起，刚才因为我的病人一直在那儿伸头，让我脑子搞死乱了。你坐着等我一下吧，我抽个时间，我再给你处理啊。你讲课讲到一定的结构上，不然呢，我会乱套的啊。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来真是不是时候。不伤害原则，我还得进一步再讲述一下。不伤害原则，医务人员避免在身心方面对病人造成伤害，不要跟你谈话呀，加大人家的压力，不必要，不能这样做的，这是医务人员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不能造成病人的伤害，任何伤害，增加精神身心方面伤害，不能增加他的压力。那我扎针灸的时候，我不客气说，我扎的都很深，三寸针我刺都进去了。我扎头皮针的时候，三寸针我从前扎到后边。那我是不是增加的病人伤害呢？因为我认为说这样的治疗效果好。实际上这样的治疗，尤其是扎头皮针，我治疗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好，所以我就这样做了。我的伤害是有利于病人的治疗，有利于病人的利大于害，所以才这样做的。那做其他的方面的呢，再想一想，就说每一步都要想一想这个对病人有利没有利才是最重要的。医疗实践的过程当中的基本措施是严重遵守、严格的遵守适应症和投入的治疗方法手段，严格的把握紧急症，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伤害。临床上
常常出现这两种现象，要么适应症没掌握好，要么禁忌症没有处理好，给别人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痛苦，甚至是极大的痛苦。我有一个病人是中国牙排引起的手麻木肿胀肿胀感，当然这个不是讲这个东西的啊，就说他没到晚上他手肿胀还没办法双手，其实他是中国牙排引起的，但是医生给他做了颈椎的手术，手术大不大？他的故事我讲起来，我得讲半个小时，不那么啰嗦了啊。他后来过了一年多，他别的没发了，他回过来找我来了。我一看，做错了，那我就给他做周管，他慢慢就好转。他医生做的一年半以后，一点都没改善，这是适应症没掌握好。这是外科医生，这个病人，外科医生开刀的，适应症掌握不好，给别人伤害有多大？那中医呢？你适应症没掌握好呢，相应的你的伤害还小一点，所以说你的保险也便宜哦，对不对？我们的医务保险便宜啊。如果你是那个。外科医生那个保险可不是几百块钱就能买到的，这是，所以我们也会给病人处理不好会造成伤，但是我相应的我们的伤害会小一些，但是他们外科医生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方法处理不当，真的会给病人造成莫大的痛苦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阑尾炎的病人是阑尾癌开刀了，那当时开刀的时候他是适应症没掌握好，当时阑尾炎开刀的，那病人的经验也不够，打开以后要是我一看我知道你那是癌症，不是炎症，结果他把阑尾切了，一化验是癌症，阑尾癌本身就很少见，非常非常少见，罕见，但是他切了，病人呢都在小诊所做的，小医院做的，街道医院做的，就像我们嘎啡医院这些街道医院做的，病人一年以后复发了，现在病人活着的，每星期去化疗，去七天后化疗，昨天我见他，他说下星期还去化疗，要我说你没选择好的时间，正好是过节那去化疗，他化疗以后三天都很痛苦的，但他的命一直还保住，还算不错。我知道他化疗了三年了，不上班了，天天待在家里，但是他还真的不错的。像这些都是适应症，医疗就是医生的水平造成的，给别人造成的莫大的痛苦。我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给大家介绍的。那我说了，就是这个外科医生的经验不够，他会做个小手术，经验不够，见识不广。你这个小医院、街道医院的见识不广，太多这样的例子。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你看我们华人都在这个街道医院转来转去的，我就是不愿意到这儿看病。我宁愿等，我都不愿意在这儿。我前几天我等了很久很久，我最后我去 UIC 去看病了。我联系上了附近的有个医院，我去那儿看病去。我进来以后一看，一栋楼，每个人一个房间，每个人一个房间，空荡荡的。那护士的门手一个个叫到这个房，你在进了房间的一个人，你看看我们这里，包括我们个人诊所也这样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每个人还都要需要
进行再教育也是这么一个原则，就是不断的提高学习，加强我们自己的医疗标准、医疗水平。因为医学在每天每日每时可以都在进化，真的是一日千里，好多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人家现在有新的内容，我还得重新再去学习那方面内容的。我也愿意学习，但是你要是不学习的话，真的赶不上的。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增进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诊治别人的能力，不要老老是停留在这一个角度上。我们在美国的中医，我知道南加州有几个这样的人，他就死死的停留在那个角度上。看你多久了？我大概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了。我找不着，我做不到。那你怎么？要不休息一下呗？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看。接着来，对呀。啊？哈哈哈哈哈！你打一针就行了吗？我。